这些比较严重哦。咁啊，开始的士司机轮流去检啊，要就即系全部检检咯。因为有啲的士司机怕麻烦，即系谂住自己又做足防疫啦，咁啊唔去检咁样。即系好似而家前日嗰个沙田嗰个的士司机。七十幾歲啦，揸特奸嘅，佢自己中咗都唔知點樣中，自己都唔知。地都嗰啲咁核突咯，佢哋攞命。乜特嘅？咁合適。